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入境管制，出发前理应查清楚。日前有男子在小红书发文分享惨事，讲话他从澳门买了一条香烟入境香港，打算带给爸爸，然而他过关的时候就被海关人员截停，仲盘问了两个钟头添啊。自他带了违规数量的香烟，他才知道香港规定每个人只可以免税携带19支香烟，最后他只能交出4267.9元罚款。事后发文诉苦，更加嘲讽自己，我真是太智障了。